躺下之后呢，把脚立起来，脚球推着，然后试着让右脚先叠在左脚上，放松，然后我们抱着膝盖，然后稍微放松，然后我们扭转到左边，手打开，回到中间，再一次换边，左脚在右脚上，抱着膝盖。然后换边，可以吗？好，右脚的膝盖靠近胸口，左脚踩着地板，肚子收紧，肚子收紧，然后把脚跟、膝盖跟胸口全部收紧，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把屁股往上推，让膝盖跟，还是尽量靠近胸口，慢慢的吸气。后在这里哦，慢慢吐气，最后一个呼吸，再一个深吸，脚尽量的踩向地板，好，吐气，轻轻的放松，很好，好，来我们换脚哦，先把你的左脚收进来，靠近身体，右脚踩地，好，右脚的踩地的膝盖记得朝天空，好，下背尽量压向地板，把肚子收紧，核心也收紧哦。好，吸口气哦。吐气的时候，试着脚踩地板，肚子收紧，把屁股往上推，膝盖尽量再靠近胸口多一点，肚子收，保持呼吸，眼睛看着地板。最后一个呼吸了，慢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慢慢放下。很好，最后一次哦。